我的年纪在这个圈子里面也不算小，殴打职业很多年，见过的事情也比较多。那这么说，成哥对于选手恋爱的事情其实并不反对喽？适可而止的话，我不反对。男女双双考上清华北大的传奇故事也不是没听过。成哥，你也想吗？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成哥有喜欢的人，竟然没有爆料出来。